得真快啊，这带走了我们的生命时间，这叫做行运啊。这个行运呢，就是很微细，它无声无息的就这样的流血过去，时间啊都是阿弥陀啊。我们的身体细胞新陈代谢总是呢古人话是呢，每分秒钟在我们的体内不断的生灭生灭，这就是在分秒都没有间断过。那在大乾坤里叫做成自坏空，地球的生态啦，叫它不变很难呐。它温度不断升高，因为呢，在这空气中呢，大气层呢已经呢不断被污染，所以哦，佛陀啦就跟咱讲。五浊恶世，这种浊气，这样众生浊啦，啊，命浊啦，烦恼浊啦，总是对人的贪念，那行为呢，那迄个烦恼浊气，所以。这个烦恼走了，不断的制造去争端，破坏地球，造成很多的粪扫。似乎三十年前呢，开始在呼吁了，爱惜物命呐，不舍这大地的。有形的物质，我们好好的爱它，让它耐用、好用，永远保护它被利用的生命，包括我们人，感恩所有的瓷器人，在推动让我们的环保。总是一一推开了环保理念，让我们的环保菩萨一一啦，就是涌现出来。慈济人的智慧、知识、行，怎样带得呢？已经被伤害了，难猜了。我们也认识了。什么款的物资，什么资源，我们去回收回来，如何来分类、分类、分类它？这我们都知，也认识，也把身体力行，把它呢，安尼分类了啦。我们呢，这个第一个识了后，总是呢。发挥智慧，化无用为大用，回归资源，再制，那就可以呢，千变万化了，再回归到人的生活中，这就是智慧。我们不手机改回收了，我们要如何让它有用？这都是不尽，人呢也是一样。我们人呐、啊，过去的生活观念、习性，
都是曾经有过这种人与人之间冲突啦、家暴啦、社会的暴力啦等等，很多的乱象都是在一念间呐、这样表达出来，都以为呢自己都是对的，唔对的人拢把人，对的人拢是我，总是呢站在自己立场，为己利啦，都没有想到利益众生。这都是我们过去的佛法，就是要来净化人心。我出门，我天天呐、也都在自我呢回向。答案，我都是一直直的听，听人间菩提，听诚意，在自己在听。哇，人间菩提啦，人间的如何走出啦迷茫，走入啦觉悟之道，这就是人间菩提，生生说出了人间苦，如何引导人人呢解开了心灵烦恼，纠正了过去的那样无明的态度行为。所以常常听到改变人生啦，我真安慰啦，因为呢听师父几句话，看短短的几字的文章，他就可以转变心态，我很安慰。出门来一直听和心和气互爱协力，去做了多少呢利益众生、利益人群的好事，这我就感觉说，佛陀啊，佛陀说教导我们行菩萨法，我们在这一个世纪慈济人做出来了，那这都是很感恩佛陀来人间开示我们悟了。我们呢就是把这一条道如何开化开到了，路要安那铺好平，未来人行回较稳定，这都是真感恩呐、无有恁的力量，如何做得到呢？所以师父呢，还是要甲大家人讲感恩呐、这都无有离开素体。十二因缘行六道法，六道万行啦，你们都做了，亲身做，有做有得啦，也唔通讲哦。师父，我有听呢，我嘛受精啊呢，我平常冇咧做好事呢。阮兜哪会安尼？我的身体哪会安尼？我要问大家人，师父敢无做？我嘛有做着啊，吼！虽然无去出力啦，但是呢，我嘛甲佛陀的法传予大家人啊。但是，我从少年破病啦，抱着病啦。一路走过来，到现在还没有离开病，还是呢，起码爱国在认定呢，老病这些主人的患境，
所以要跟大家人说，人生没有永恒不死的人生，人间没有永存的物资，但是我们要帮他善加利用。我们的身体生命更要宝贵的利用它，空空的过去是浪费生命，生命有感觉的利用，而且利用过后无愧于心。